程俊，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他不会放过我们的。马程俊，他不死，我们都要完蛋！救我！救救我！ 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岩意外坠楼。据悉，林岩与其未婚夫马成俊因结婚当日，两人在楼顶自拍时发生意外，林岩因脑部遭受重创，或将永久性昏迷。林氏集团现由其未婚夫、前任 CEO 马成俊全权接手。 从今天开始，我们林氏集团迎来了新的董事长马成俊先生。妍妍，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要幸福吗？你就放心好了，我跟程俊呢，是一定会幸福的。 明天发布会顺利的启动，我们就能转移林氏剩下的全部资产，计划就完成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况且林岩还在呢。虽然他以后可能都只是个植物人，但我现在毕竟还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按照你的意思，林岩他每天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我俩就只能偷偷摸摸的，还上不了台面了。 你都已经住到林家来了，还要怎么光明正大？拿个大喇叭向全世界宣布？我想，你想什么想？扫兴。今天开始，我不想再听到林岩任何的消息。知道该怎么做吧？知道。 昨天是你救了我。对。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碰巧路过。碰巧。你和马成军是什么关系？你忘了，当年是马成军让你开除的我。 那你离开林氏之后，去哪儿了？都不重要了，先把这个喝。不用了，我要回家。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觉得你做得了什么？我可以去找表舅。 去找我爸的老部下。马成俊早已今非昔比了，不是你能动得了的。而且现在公司上下也都是马成俊的人了，实际上你早已经无家可归了。马成俊跟温丽丽每天住着你的房子，花着你的钱。就算你拿回了公司实际的控制权也没有用，马成俊早已转移了公司大部分财产。林氏只是个空壳。 或许我可以帮你。不用，现在送我回林氏。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林氏集团和腾飞公司的地产项目即将拉开帷幕，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董事长马成俊先生致辞。首先，感谢各位大驾光临，来到我们林氏集团与腾飞公司的合作项目的发布会。
We've all been lost in the chaos. Fighting so hard for a way out. Feeling like you're trapped inside. No place you can run and hide. Looking for a light that'll stay o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Rest your mind, cause I'd walk the fire, carry the flames, even in sorrow and all the pai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Yeah, I'll be right. I'll be around. I can sit in the sun. I can sit in the sun. Just here to listen. I'm just here to listen. I'll stay with you till you feel like you agai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I'll be right there when you're falling down. Rest your mind. Walk the fire, carry the flames, even in sorrow and all the pain. You'll be safe and sound. Yeah, I'll be around. I'll be around.